南投县国学校参加107学年度全国学生音乐舞蹈戏剧比赛，成绩表现是相当的杰出，总共得到10项优奖。其中草屯国中打击乐和丰前国中行政管乐，以及中和国小的口琴合奏，更加是得到特优的第一名。副馆长陈正兴今仔日嘛特别亲身来表扬颁奖鼓励这等优秀的学生。南投县107年度参加全国学生音乐舞蹈戏剧比赛，总共得到10项的特优，相当厉害。南投县政府在今仔日13号，对特别邀请各地方单位前来接受表扬，并颁奖勉励好辛苦的学生以及指导老师。八个学校哦，获得10项全国特优的第一名，这成绩相当的不容易。尤其偏乡哦，我们的学生在资源缺乏之下，还能在我们老师的教导之下来做这方面的努力哈。这届草屯国中打击乐、丰林国中行政管乐以及中和国小口琴合奏，是得到全国第优第一名的好成绩。那我们漳和国小哈，今年是第二次二度荣获全国特优的第一名。但是在我们整个训练的过程当中，老师非常的投入，那学生也很认真，甚至有的孩子都练习到嘴唇破了，还是非常的坚持。目前为止已经连续6年都是获得全国的特优，那这在对偏远地区的孩子来说，这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因为他们的训练是非常辛苦，他们是要走在整个大操场底下，在烈日当中，在下雨当中进行不断的练习又练习。另外，白沙国小的古典舞蹈、明和国中、新乡国小以及罗纳国小的原住民语乡土歌谣，甲头一届参加戏剧比赛延平国小，都是得到全国第一的好成绩。那这一次我们能够获得特优呢，那是在整个学校有教师团队，大概有18个老师一起来，从服装造型、化妆跟剧本，所有因为它包含的范围太广，所以连我们的志工跟我们的家长都一起进来参与化妆跟一些服装协助的工作了。那我们的小孩子呢，其实都是素人，从来没有接触过舞蹈，那在我们偏乡的地方能够学习到舞蹈，其实对孩子来讲是非常难得的机会。南投县虽然经费资源欠缺，不过各学校在艺文方面的发展教育，甚至可以说是相当厉害。除了为南投争取公认，学生优秀的表现也让人相当肯定。记者刘璇，差不多。